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依集同大家推介几只 Zenith 嘅超筍手表啊，阿华哥，啱啱嚟咗呢只，啱啱翻嘅，系啦，呢只Zenith 嘅Chronomaster Open。咁啊，大家睇支秒針，哇，好型喎！就十分一秒計時啦，係啦，十分一秒計時嘅佢依只 El Primero 嘅3604機芯係啦。咁啊，個 case 就40mm 嘅鋼殼嚟嘅，咁就開咗依個位啦嚇 ，open 下啦，俾大家欣賞一下，好靚啊！咁啊，佢個 counter 亦都係用咗唔同嘅顏色啦，所以對比出嚟咧就靚好多嘅。咁啊，公價幾錢咧，華哥？公價就78,800。係啦，咁啊，折咗講緊5萬零蚊啊嚇。OK， 依兩隻鋼嘅，咁另外仲有隻鋼啊，亦都係熊貓啊。熊貓依只亦都係做緊超筍價嘅，個公價咧係74,000，係啦，74,000幾公價，亦都係做緊個超筍價嘅依只熊貓。不過咧最底最底其實就係依只金錶啊，嚇呢只金錶係一個限量版嚟嘅，咁啊最後一隻啦，咁啊我嘅供應商啊就話誒冇眼睇啊。好、哦，系啊，确实一减再减。系啦，14,400公价嗰时系旧公价嚟嘅。系吓，咁、啊、今日咧做个超超超筍价咧78,800吓，咁 啊， 最后一只噶。系啦，最后一只啊，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落嚟睇下。呢只仲系限量版喎、哦，限量100只啫喎。系啦，限量版金标银面啦、啊、吓。啊咁啊 ，C2 case back 嘅可以睇到佢 full L 片嗰個機芯啦嚇，咁、啊、有興趣嘅落嚟睇下呢只金錶70,000+可以買到一隻 Zenith 啊咁高質素嘅機芯嘅一隻金錶啊嚇、啊，都係難得嘅，要錢唔要貨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